缩地成寸神通都没有传送出去，看来是有人施加了禁制。天地母亲，这东西可滋养生灵，也能造就无上瑰宝，若是凝聚足够多，甚至可以当仙料用。这其实缭绕此气，莫不是在滋养什么神圣之物？小贼，胆敢行窃！这么久还没跑出去，应该是有法阵在误导，对自己闯条路出来才行。糟了，这石壁上也有守护阵法。趁机轰炸他！哼，要不是有这枚神符，刚刚那些怕不是要生死道消了。一块能轻易击碎我法术屏障的石头，还有五枚神符，看样子是枚可多次使用的守护神符。好东西，什么怪奇石，快接住，小心点别碰碎了。逃窜，休怪我下杀手。天神法器，豁出去了，就算是毁了这枚守护神符，也得逃出去。这结石隧道大半，怎么反倒越来越重？逃不动了。
把稳住。不是吧？真毁了？看来这才是那骑士的真正核心。刚一出世就爆裂出那么大能量，我这是何宝物？一定要抢到手。